好，第三个练习，碘化钾加上硝酸铅，产生碘化铅跟硝酸钾。这个东西稍微啰嗦了一点，你要知道碘化钾、硝酸铅、碘化铅跟硝酸钾要怎么写，你才可能会写。好，请问你这个方程式写什么？好了，我们又要找两男一女了，是吗？我们又要找两男一女，两男叫做31、27，一女叫做12，上来。碘化钾什么？碘化钾、硝酸铅。碘化钾的英文什么？我不要告诉你。不会就给我写不会，不会就给我擦掉，然后给我写不会。你给我坐好。好了。我就说你方程式不会写，不会就给我写不会，快点。I don't know, sir。你还给我写绕英文哦。还有一个，你几号？我说三一二七跟十啊。三一二被擦掉。三一写擦写了写不会被擦掉。他写一个问号被擦掉。他写个问号被擦掉。不会写笑。不会。不断的伤老师的心。那个。啊。你们有一些人不会，是因为连那个化学式都不会写。然后。碘化钾 KI， 硝酸铅 PB 括弧 O3 括弧二，碘化钾、硝酸铅产生碘化铅、硝酸钾，这是化学式，没有平衡。然后最复杂当作一或者是二，谁最复杂？硝酸铅嘛，一，铅左边一个铅，右边一个铅。NO3 有一个麻烦，如果每个都是 NO3 的话，你可以只能当作一个看，那左边一个 NO3， 右边一个 NO3， 不然就要拆开来，左边有氮，右边有氮，左边有氧，右边有氧，放开来看 ，OK， 好，反正就是都有了，反正就是都是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所以都可以用。好，左边写上一之后，表示有一个铅。所以右边要几个铅？一个铅。左边这个一个铅写下去之后，点就固定了，对不对？那右边有几个点？两个。所以左边要几个点？两个。所以要写多少？写二。这个二写下去之后 ，K 就固定了，钾就固定了，对不对？左边有几个钾？两个钾。所以右边要几个钾？两个钾。所以要写上一个二。然后就是 NO3 了嘛，如果它每一个都是 NO3 整个刮起来，你可以把 NO3 整个当作一块，那右边就整个就是 NO3， 右边也是整个 NO3， 那右边有两个，左边也有两个，那就分开看，左边有几个氮，两个氮，右边有几个氮，两个氮，左边有几个氧，六个氧，右边有几个氧，六个氧，就查一查。分开检查，分开看，反正现在都有了，检查完没有问题，然后再平衡掉没有问题，所以方程式写完，这就是我们的结果，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